哦，有点多，差不多是这样了。酒味重还是味增？酒很多酒，我有点倒。哟！你看，你看他那笑容不对劲哎。香槟色的。Money， 今天要挑战一日酒精料理，今天想要过一个非常嗨的一天。So， 早餐我们要吃的是日式清酒蒸蛤蜊。味噌汤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早餐了，你知道？但是我现在才要煮早餐，他们都在吃午餐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线就根据我的时间线。Who cares？ 首先呢，我现在要拿出我那天买的 sake， 哎，我的 sake 呢？这个有金箔的 sake， 所以今天一整天的三餐哦，我的酒精是会用遍各种酒精啊。第一个就是日式酒，是伟瑶帮我把蛤蜊买回来。所以我也要帮他吐沙，放盐。我做到这里卡板，接下来交给彤彤。哦，一只猪。我还有另外一只写饲养员的，但是我煮饭给你们吃，说我喘气。姜姜姜姜，你在哪里的姜？姜在上面，看到咖喱。哦，看到了。这里很多新的咖喱。这是 upgrade 完了。真的，我们砸了重金。啊，对啊，我们的厨房很多的，其中一个中景。最近真的是很喜欢买厨房用品。我不要出僵尸啊，僵尸的话我就会没办法挑，我要打聪明一点。有酱哦，辣椒仔 frozen as usual。酒蒸蛤蜊是有这个东西的啦。酒蒸蛤蜊是有，然后蛤蜊味噌汤也有，但清酒蛤蜊味噌汤就没有，所以我现在把这两道菜加在一起，变成你的。一道菜 ，feel like an artist improvise。我爸爸本来就有这道菜，然后是我自己在那边给搞的。滚一下水，水滚了就下蛤蜊。哎 ，OK， 东西丢下去就对了。放一点那个海带，我很随性哎。真正厉害的人是边煮边清洗。啊！哇哇哇哇哇 ！Oh my god！还会有泡泡，很腥哦。对，这个不对味，是不是因为要放酒要去腥它的？又要加入大量的沙茶。哦，有点多，可是我喜欢。这样啊。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味淋，通常去腥的时候用。哦，马上不腥哎，酒真的很香。罐装味噌，然后就把那种包装的味噌倒下去调个味儿，就有日本料理的感觉来了。酒味重还是味噌？酒很多酒。今天是星期五 ，right？ 嗯。Oh my god， TGIF， 100分，收工。我刚才尝味道的时候有一点。被这个上头了，有一点，这是够了。Hey， 你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吗？什么 ？TGIF！ 我特地买的 sake 瓶，我有点倒。有，哎呀，他是不是醉了？他在里面是一边，他第一餐就醉了。他在不 OK。那我们马上来试吃一下。Oh my god！ 你看到这个吗？这个是沙巴。妈妈的咕噜！你早餐就吃这么重口味？是，难怪我这样快上火，又有恐怖。很好喝哎，非常的鲜甜，而且这个蛤蜊因为是我要刚新鲜去买啊，那蛤蜊非常非常的弹牙，很好喝。因为我用的是 sake， 如果我们平时用的是那个花雕酒的话，花雕酒就是那个花雕的那个香气嘛 ，sake 的话它其实偏甜。好搭哦！它会让 sake 变得更甜，他们互相让彼此变得更甜，跟我一样甜。楚王，你快喝！牙蛤蜊的新鲜，很好喝，很弹牙，很肥美，怎么可以这样不开心？我有点吃得太快，这是上头了，笑声。你准备撑到去晚上啊？还有时间吗？不是，他这样我不对路。
今天是打算是这样，第一餐日式，第二餐泰式，第三餐西式，所以我们会喝各种不同的酒。TGIF， 21岁以下不要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本来要中吗？耶、吃完早餐了？怎么过五分钟？因为迟了，我怕我来不及。我们现在要吃第二道老虎老虎虾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用老虎啤酒煮的老虎虾。啦 ，Lisa Lisa， 耶、yeah! ！Oh my god！ 啊、，Oh my god！ 他在跳舞哎，带去后面走 ，Run， Money， 嗨哈哈 ！As you see， 刚才我们的那个新鲜的老虎虾来了，是那个 Drake Ocean Fisheries 的老板特地就是加那个萝莉用来，然后拿那个香哦新的这样拿上来呀，就在冰箱，快快煮到它。先拿啤酒。哎，我这样会不会很不好啊？不要。必须先声明，我今天是在家，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。OK， 顽皮老板喝不醉，每天都在哭，怎么拦不住 ？This is a tiger beer. We're going to find our tiger prawn. Let's go. 这边呢有4公斤的虾哦，我只会煮1公斤，剩下的我们是打算让各位朋友们等一下再煮第二轮。我们通常哦会一次过拿比较多，然后这样可以分几次煮。很大只哎，你看这个虾几大只吗 ？Oh my god！ 接下来这第二餐呢，我们是要去泰国，所以泰式的啤酒虾，等下还有一个神秘的饮料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虾只能是海中的蟑螂哦。OK， 来了，首先把虾稍微的洗一洗。这 garlic 是不是很美？哎，那你想帮他拍广告，它很白哎。细皮嫩肉的，哈！啊！刚刚的老朋友又要出来了，先多一点点，因为这个我们想要更辣一点的虾。这是我的橘色菜饼锅，葡萄籽油、爆香蒜米、爆香辣椒仔，虾倒下去。大概翻一下，打开一罐泰国啤酒，盖起来焖一下就好了，是不是很容易？重点就是你食材要新鲜，煮海鲜是容易，你海鲜新鲜的话就好了。我觉得可以来一点点小黑椒，小黑椒给它一点香味。哇，那个味道你闻到吗？有。哇，那个麦的香味，因为啤酒其实它的那个麦香其实很棒。尤其是它是 Tiger Beer， 我是用 Crystal 来煮啦，因为我觉得 Crystal 比较不苦。哇，泰国的味道都来了，我跟你讲，大火收汁，来一点。一点。上菜。泰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香耶！你知道？马来西亚有一个 bar 很出名的，就是 Collie 的一个做的，它 coconut gin 很红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做这个 coconut gin。一点点的 lime， 然后我们要它的皮。这么冷？它的皮有那个皮的油香味。过，如果你不喝酒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但是像我们这一次呢，来了，来了，专业一点点。放一点点冰块在自己的杯子里，把剩下的冰块都往土里倒。哦呦，这个手势很专业。专业，我也觉得很专业。哦，高级。Oh my god， 泰国的感觉来了有没有？先喝一杯 coconut gin。Cheers。Oh， refreshing。我跟你讲，加那个 lime 是画龙点睛。虾子，哇，很大只啊！你拿上去的时候更大只，真的超大的这个虾，很香，它那个啤酒的味道太香了，然后加上那个一点点那个水黑椒，新鲜的虾去头是不一样的。哇，这个肉，虾就是要用手吃，我跟你说，完美的脱尾。Oh my god， 来了，很甜，很 creamy， 很弹，很新鲜。反正新鲜就是王道的。这个酒精感其实不重，它剩下的就是那酒的香气吧。
到底烤。老虎烤，老虎老虎虾烤。香吗？有那么屁就到底。你该煮的时候就忍不住了，想进去那锅里面吃。还有你要进去锅里面一起煮。开手。很的酸耶。很甜。很甜。它加就是纯甜的甜。那甜了就这样甜了。我是加盐了。就很甜的。不过那盐，看有没有跟口里一样。喂，还小。是口里吗？可是酒可以重一点，因为姐是 Friday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把沙给加进去。你喝太多了，一层味道。多了一个米的味道。是，因为它这边没有那个米香，加了 sake 就有米香。哦，楚啊，楚啊！哇，我好累啊！今天晚上我要煮法式红酒炖牛肉，所以我们早上去了这个吉布呢，然后过去了这个台湾呢，现在我们要去 France。Bonjour，je m'appelle。Chloe jumping off Malaysia， 这是什么语言？法文。哦，法文。我还有 check 的法式红酒炖牛肉叫 beef bouillon，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 beef。很特别，这个牛为什么它里面是真空的？外国。Australian premium chicken。这煮法只可以用牛肉呀？你可以炖鸡吧，你这鸡就不用炖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？你要把它切成骰子的形状，所以其实这个是瘦的爬来的，这样子它就可以炖的时候就会一丝一丝。你知道我现在脑袋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我在想我有个便宜的红酒。不会这样讲哎。因为煮红酒炖牛肉不需要到很贵的红酒，贵的红酒哪喝？好像是有买到，不然的话成本就高了。OK。然后呢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来一点点这个面粉啊、木薯粉之类的啦，这样等一下就不会这样柴。落碗粉。接下来呢，需要切菜。我的 size 就不用到太小。Shallots， 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应该不会太呛。我现在看到你有点。啊哈！要比洋葱夸张嘞。困难，而且我又不会，我就弄到他们的中间去睡觉。啊，来了 ，The crew set， 开，要 preheat oven 去160度。Add a splash of oil， 开火。OK， 热了的话，加肉下去。Medium heat 就好，小火。Cook for 5 minutes until the meat is brown all over. Wow. 我觉得那个薯粉是有点 over 了，应该要洗一洗。煮好了就把它盛出来，粉还是惹太多，所以不要像我这样。我做个正粉，再放一点油，倒它。炒青菜，哇，很美啊，五节冰粉，这味道也太棒了。大概要给它个5分钟，等到那个菜软一点先，开小火煮。然后呢，你要加这个叫 thyme leaf， 不懂中文叫什么 ？thyme 就是这样子，煎牛排的时候会用的东西。它是一种香香的叶子，就是光是这样炒菜，其实我觉得挺不错的。And then 呢？要把牛放回进去的番茄，看来我们应该买一个更大的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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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整个炒菜把地炒出来。是耶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找我们今天的谁特别嘉宾红酒，红酒，红酒。哇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谁呀？这样代表我们没有买到便宜的红酒。我了解一下的东西，澳洲的还好。红酒是倒多少呢？这个我很小心的，这道菜我很安静。150ml， 750。哇，你这样用这样少哦，这样剩下的可以喝的。差不多是这样了。150了吗？还没有。我猜的啊，各位。
放红酒了之后，你就滚到它干，这手指还要让这个红酒被这些食材充分的吸收。Next step 要加 beef stock， beef stock 要多少？ beef stock 500 ml 牛肉高汤 beef stock 放过了，还没有。你看人家煮饭，生意场。感觉就好了，两个月桂叶。桂叶。然后这个 Worcestershire sauce。Worcestershire要不要盖锅了？好问题。再去找一下 Jamie Oliver， 他煮的东西跟我煮的东西有点不一样。OK， 盖，把锅子盖起来。Put it into the oven， 150度煮 4 hours。我一头最快也只能够最多也只能放两个钟吧。等下要回来再调。在下我的背圈，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，现在只炖了2个小时多，应该是可以吃了。我 last check， 因为太迟吃晚餐会发胖哦。我拦不住，谁能拦得住我？上你一起呜 ！Oh my god， 他在沸腾哎，有感觉有感觉，自己一个人的快乐。太怪，你看旁边这么多人。你觉得我要假装自己的意思？你好，我已经到广州来了。哇，好快！这种哦，便宜的红酒不用什么心的啦，坦白讲。揭晓的那一幕，叮叮叮叮叮，哦，它的那个 tomato 的味道也太香了吧！先来喝一口那个枣看看，有一种。大人版的罗宋汤的味道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因为它应该是跟罗宋汤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。我们来拔一点牛肉出来，切开那个牛肉看一下。Oh my god， 很软烂了。啊对，哎，我炖了2个钟多吧，哎，可以的。它是罗宋汤加了很多葡萄酒煮过的味道，嗯，咱来吃看看。其实是蛮 refreshing 的一道菜，没有我想象中 heavy。因为我这次用的是 Shiraz， 所以其实它没有这样甜。如果你用 Merlot 来煮的话，可能那个它的甜度会更高一点点。觉得这样搭起来 OK， 蛮清爽的。我从白天等到晚上。是。嗯 ，Bonjour。Bonjour， 好啊。可是哦，讲真的，还会过爽。做没做吧？嗯，蛮下饭的。小姨。来两碗饭，我们来啊！你要配红酒，果然是 Friday， 从早上一夜到晚上，我拍节目了，你们。